还差一点咸味儿。我真是料理天才。姐姐，你在煮什么？我在替你们做野菜料理。野菜是森林的馈赠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。喝下这个，不要说健康了，连生命都会消失吧。你说什么？没有。根据分析，空气中的臭味分子含量高达78.6%。应该想个办法拿梦梦的料理去对付浩肯星人，这样我们很快就能胜利了。为您插播紧急消息，平息市的森林出现异常现象，大范围树木离奇消失。侦测到710号空间缝隙，姐姐，我们要出动了。得救了。还没吃到好吃的呢。不用吃梦梦的料理，保住了一条命。真可惜啊，梦梦，你只能先自己吃了，等我们凯旋再说吧。树木都消失了，不但树木消失，还一片寂静，连一声鸟鸣都没有，感觉真是诡异。现在变得这么安静，可能是动物们察觉到环境破坏都逃跑了。侦测到巨大能量体，他们正快速逼近，大家提高警觉。又是你们，爱世道变形联盟。变大的可不只有你们，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
样的速度，森林很快就会全部消失了。我们得想个办法。因为这里地形平坦，喧哗才能使出这样的招式。对了，这个办法也许能将获胜几率提升37%。暴破飞蛇！大家小心！绝对防御！超能神技手的计划，离风暴场壁，你跟我来。举的霹雳炮，超能神技手，你们抓紧时间修复空间缝隙。是。修复空间缝隙。怎么少了一个？我在这里呢。老弟，这里就让我来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好像忘了洗脚了。你竟然敢！爆破飞蛇！什么？可惜啊，缺少了地形优势，你的小蚯蚓就不管用了。现在你只能实打实了。这碍事的石头，我的脚被卡住了。老哥，这下子不妙啊！打碎石头，你就能脱困了。疼啊！吵闹，你搞什么？抱歉啊，老哥。你们是来搞笑的吧？趁现在进攻。好，撤退，先撤退。变形联盟，下次，下次再战。啊，就这样跑了？他们不表演更多的搞笑吗？吃下去的话，机体爆炸率高达100%。哇，萌萌的野菜料理真是太棒了！哎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今天不是还在为了拯救森林努力吗？不可以浪费森林的馈赠啊！道理是这样没错。我绝对不吃。这，我知道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这味道了。看你们吃得很开心嘛，大家多吃一点，厨房里还有好几锅呢。好几锅？不要啊！救命啊！好吃。对呀，小右，就是那家新开的超市。
听说连罕见的魔鬼辣椒蜥蜴干都有。好啊，我下次做给你吃哦。嗯，小样，你能听到吗？喂，为您插播最新消息，平行市电子讯号出现严重干扰，市里多个交通设备也出现故障。这指引讯号突然消失了，请民众尽量取消出行计划，并注意人身安全。真是的，我聊得正开心呢。哎呀，设备修好了没啊？动作真慢。你行你来修啊。通讯恢复了。这次的讯号干扰很不寻常，数据显示太阳黑子异常活跃，应该是黑子造成的影响。啊，什么子能吃吗？是太阳黑子，不能吃。黑子活跃的时候会影响地球的磁场，并干扰通讯设备，只是这次的影响也太严重了。啊，哈哈哈哈，今天海城肚子疼是不是也和太阳黑子有关呢？那是跟梦梦昨天做的晚餐有关。变形联盟，讯号干扰对平行市造成了严重影响，多起道路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，同时侦测到第78号空间缝隙，我们得马上出动。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发生了多起事故，已经将地点传输过去了。我们得分头行动。还要你说？嘿，长臂，我跟你一起。别怕，我宇宙第一来了。哎呀，神机手，你没有我该怎么办呢？别啰嗦，快走了。能量相当充足，好好干啊，厄月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混乱远远还不够。这个小问题就交给我铁刃将军吧。这就是乏味的人类世界。给你们来点刺激的。全部都解决掉。干得不错，我的傀儡。
想速战速决吗？这就成全你。正好啊，你们确实来得正好，现在就让你的同伴亲手收拾你，进攻吧，我铁刃将军的傀儡们。哎呀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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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变形联盟是他的傀儡，我懂了，变形联盟他们被这个家伙控制住了，想让变形联盟清醒过来，得先打败他。我们这是啊，我刚才是梦游了。快一举击败他们。好耶，游戏时间到了。才刚开始呢，变形联盟后会有期。这是前所未见的浩肯星人，没想到浩肯星竟然派了更多战士来到地球。怕什么，来几个都一样。没时间了，快修复空间缝隙。为了普尔达及时赶到。老哥，你老是神出鬼没的，这次又是为了该不会是想来我们家蹭饭吧？不可能，我此行是为了调查基因石。难道有什么新的发现？现在还不好说，有消息我会随时和你们联系。等等，